盘地球上最小的光盘。回忆曾经，展望未来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您观看我的作品。虽然我不是专业的拍摄技术人员，但是我相信我拍摄的一些画面会得到您的喜欢。比如说我们眼前这个索尼80年代90年代的组合音响，它是由五碟 MD 和五碟 CD 组成，上面这是 MD， 底下是 CD， 看1 2 3 4 5，看到了吧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听一下世界上最小的光盘。点击播放，做好准备。这个屏幕跳动，它不是一溜一溜往外走的，这是手机拍摄的原因。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你说即将要离去，我会迷失我自己，走入无边海里，无论什么缘由，只要天天在一起，我不能只依靠，偏偏会活下去。人生，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啊，这款机器，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加关注，谢谢。